酒当署长的特助过来找你啊？唔，哪一摆啊？因为酒当署长想要跟社长上见面，每一遍拢我拒绝。今麦听讲金特助透过别的关系在想办法啦。真正是阴魂不散。我俩真可已经等你台湾啊！啊，现在继续高高低落嘛，不是办法，还是要归去，和社长商量这件代志。不需要，社长不需要浪费时间。你赶紧想这办法，让你退退息息。嗨，小蛋呢？再过几项代志。啊，我给社长出国啊！伊长唔是个滴诶，回社长上长底期间拢袂转来日本啊！这车今日做等于转过酒当署长。すみません。哎，上上。袂当安尼得尊多少？上のグループの青木社長が部屋の予約した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青木社長。对，我有探听到日本东京上野集团的青木社长是这间饭店的贵宾，伊阁有专属的 VIP 套房。既然是贵宾，咱咧这员工一定知影阿奥克社长写到啥物款。阿哥，你放下封口令啦！我咧想应该是上野集团的意思。阿哥，我有探听到，迄个阿奥克社长从今日开始会比较大规工，咱着加注意身躯边的人，反正都互咱拄着。是讲董事长，你是安怎一直坚持要甲上野集团合作？因对咱的态度足歹。因乃是咱入住美丽家园，咱美丽家园的生活技能都功耗完成，为着要完成完梦，加一点仔苦算啥物？对啦，刚刚休假的先生，一切都安怎？有消息无？我相片哦已经发出去啊，阿哥不将你阿紧。哦，有详细的消息马上通知我。你先休困。拢对，你嘛赶快啦，卖家己逼到这么矮。刚刚来温泉饭店啦，就找机会去泡一下温泉，放平常去。好，我先来。奥克小舅想要骗公出国，伊是咧想骗什么？跟我有关系？我可能啊，幸好个东京上面是头一个接受，以前有报告差，副社长的态度嘛真奇怪。明明伫台湾跟佐藤商联络的时阵拢好好，那是见面拢变了。这次来日本，都参照一顶帘幕，蒙蒙渺渺，完全找无出路。どうぞ。景辉。我是在想啥？景辉已经死了。私は台湾人です。日本の温泉です。すごいですね。あ、すみません。台湾人。
日本温泉楽しわれてください。我姓勇啊，警卫，警卫，怎样子了？不过小舅，你刚看我这查甫经过，你跟我差不多关，谁都说不出门，你真是我一个兄弟。就当处长，注意你的态度，你动动一个大头家，一个大声话，你敢会感觉安尼真实嘞？是嘞。请问，你无等于台湾，你来这创啥？我来替你回答，你为着要见阮社长，唔知有啥物手段探听到阮的来者，所以你就对过来啊。阮已经拒绝你啊，唔管你今日搁较有心，还是有啥物正当的理由，你今日这种行为，盛发集团都永远是阮东京上野拒绝往来户。各位社长，董事长，拍摄啦，我一听到是奥克桑，我了准讲是社长。想不到是副副社长，让你白走一撮，歹势。杨健，我咧想，这合作案应该嘛无机会啊。无安尼啦，我会订机票，明仔载就返去台湾，好不好？我要继续留在日本。都跟你讲过啊，莫吃很大力啦。哎，啊，无吃个大力，敢吃得干了？含是咧吃桌顶啊！你吃恁大力，头毛若是洗袂出来，是要安怎？嗯，和你讲到袂像那秃头嘞吼。会惊吼？你这么烟头的面，你若真正变秃头，看你是要安怎？为着知影你会看我，你先说，看我看了先啊，无想要看。哪会啊？来，头毛紧吃吃啦，紧。明白。小舅上，副小舅，我车已经准备好啊，随时会当离开啊。离开？我现在要离开啊，咱明仔都唔来大条。盛发集团人为着要见你，人叫到这来啊。司令阿叔，我无发现，是我失职。嗯。因是为了合作案台，安尼代表因真有心啦。好，既然人拢来啊，我就甲因见一面，吼。白爷，敢讲你怀疑我的判断问题？没啦，你的判断绝对是无问题啦。但是讲你会知影，每只人拢有家己的立场啦。我甲因见一面，我也无损失啦。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。拢讲缘啦，大家若真正我都见着面，就代表讲大家是真正的。这种暗中群众调查，这种偷来暗去的公司，那有什么缘分好讲的啊？你若是答应伊，以后伊就会软头轻滚。好好好，卖生气，顺你意，听你的哦。是讲咱集团的台湾的开发投资案，也是要继续进行啦。其他建设公司呢？你敢唔考虑？今日有一间大捷建设跟我计价，因会当处长姓彭。大捷建设，我来无听过啊。是一间拄成立的公司啊。盛发这个大公司都已经乱七八糟啊，新的公司更加设计。小黑，你去调查清楚，再等下跟我汇报。嗨。还有，你去车顶等，等小舅若是三晚后，咱就出发。阿妹，辛苦你啊！哪会啦？嗯，是讲讲到台湾，他在我咧进门庄的时阵啊，我对有一个台湾人，伊想要用日本话甲我开讲，日本话毋是讲讲了真认同。啊！你要逃离还是吧？啊！陪我回家。
过一阵，咱来找一个医生好好检查一下哈。台湾医生开的药啊，是要卖。我在镜头啊，在日本是看袂好势。我看，咱直接回来台湾好啊。要回台湾啊？安怎？高下不对啊？无啦，只要你当好客，爱我做什么我拢愿意，我来安排啊。请你替我问经理，敢有实在这个人？手卡少得死。相信你有做的呢，我偷偷噶，阿鲁加多瓦有呢给古大赛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嗯。伊是我的朋友，哦，我伫南通拄到一个甲伊真熟的人，我想讲伊若是这个人客，无你甲经理对伊有印象。卡内瓦翁森的头毛大只是去希托里米那个拿到的。嗨。手开少，红果哩水嘛少，马内讲话无地图啦，当咪得死。嗨，就当时就真歹势，经理讲本条家唔当下楼领头有讲人客代志。这我知影啦，我想讲这个朋友真久无伊个消息，我无想到直接会拄到伊，我只是想要甲伊见一面，讲几句话，我袂造成伊困扰，请经理放心。就卡就小经理头毛大金龙面大，卡来话难改伊妈生，这嘛思路无厉害哪伊。我卡你妈是大。就当处长，请你莫为难别人。我知影饭店袂当下楼人客处理，那不安尼啦，我无要求见面，我干呐想要请经理甲我讲，是毋是有看过这个人伫清泽温泉出现来倒？卡内话 hotel 话是去哈库诺布拉伊巴西哦，阿加西多话伊个伊兹德鲁，卡内话多么大西多伊兹德鲁卡伊里。手卡伊多，卡个去啊，水马仔。手当时就真正是够歹势，经理讲伊实在是无法度到三江。经理，就当时对，我拜托你。不管喜欢东京上野还是清泽温泉，都莫阁做出为难别人的代志啊！嘛无你盛发集团的名声，会伫咧日本海了了。董事长，我向你邀款好啊，你敢有需要斗参加？好，那安尼我先去退房。副社长，卡卡好店有怀石料理包厢，我已经订好啊。明仔五点，你甲社长上所有行程，我嘛已经排开啊。明仔载，恁就会当度过一个美好的暗暝啊。啊，对啦，你爱去甲社长提醒一下，那无我今日无闲工课，就搁袂记啊。那是恁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呢，社长上哪有可能袂记哩啦？对啦，对方刚到位啊。若是我搁找无代替盛发集团的公司，啊，恁明仔暗时，我是要好好享受两个人世界。伊已经对台湾赶过来啊，约今仔也毋得见面。好，行。OK， 小舅，果然搁伫日本。主管，你赶紧订嘉禾饭店的包厢，明仔载咱直接去找人。董事长，安尼敢会太过冲动啊？迄个富古社长对咱印象足歹的。我不会管恁做啊，今嘛上要紧的是记着阿 OK 社长本人，甲代志问清楚。就算讲失败，我嘛要知影失败的原因是啥物。我若无，我无可能安尼返去台湾。